您的金钱，您的保险，您的选择。AIG 美亚保险。六月十一号是最后一个周末，在暑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。暑假的话，就是大家就有很多活动了，有的人是回国，回到中国去，还有的人就是说有其他的这个暑假的活动，我们要选在那个之前举办这个活动。另外就是说选在这个麻州和维州两场的话，是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传送一这样的一个信息。这不仅仅是麻州的活动或者是维州的活动，这是筹建华人活动中心，是大家就是说所有这个华富三地所有华人一起的活动。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因为通过这个活动的话，可以就是说培养一批这个义工骨干，在这个维州和麻州两个地方都有这义工骨干。因为这个不是商业演出，这实际上是一个为这个支持者，就是华人中心的支持者，举行的一个活动。这是一个发布会，这是一个开幕式，是为了就是说已经有义工支持这个华人中心有意愿的人，为他们来举行这些活动。首先是这个义工和这个捐款者，另外的话我们也邀请了一些 distinguished guests， 这些人包括马里兰的国会议员呢、马里兰的议员呢，还有这个领馆人员呢，还有这个马里兰那个州的那个 governance commissioner 我们都邀请了。这另外还有其他的嘉宾我们邀请了，现在还在 confirm。主要卖点的话，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晚会，这实际上是中心的发布会和歌舞晚会在一起，所以是以晚会为这个发布会助兴，但是这个发布会的话给晚会带来更大的意义。这个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说非常好的这个节目，但是的话这个节目的话会更精彩，是因为我们是两场晚会中间有创作那个脚本，所有的这个演出所有的节目的话都是围绕着主题展开的，所以是另外就是说有很多就是现在不能透露太多，但是的话是会非常非常精彩。这次这个晚会的话主要是一个不仅仅是一次晚会，实际上是一次誓师大会，就是说咱们为中心一起来，就是说一起来支持这个中心的这些义工啊，只是支持着大家到一起的话，一起来就是说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，终于就是说physically走到一起，然后大家该开始同时开始一个旅程。目前的捐款的话，大概有几百个人捐款，而且的话，企业还有赞助。现在的话，就是有一些的大的投资者，已经是我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。现在有些的已经有一些意向了，但是将来的话，我们会跟他们详谈。中心建成以后的话，是在不同的地方的话。会有冠名的形式，就是说体现出来。当然了，另外就是说有光荣版还有这个名誉这个会员等等的一些荣誉。
现在有一个目标，首期目标当然就是说能够筹到一定的款，为了这个买下这块地，这个当然这块地的话就是需要几百万，首期目标的话应该是几十万就应该可以，因为就是说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贷款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，这个时间的话大概是在一年之内，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。有这个在有些的是个人的这个支持者和这个有政府支持者，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公司的支持者，有的是在美国的，有的是在海外的，是在其他国家的，包括中国。我们是地区的这个支持者的话，我们主要的话需要开展其他的活动，其他这个community 的那个 activities。在马州和维州都同时展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培养这些义工骨干，在不同的州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地区开展那个。当然，在其他的地区，就是说 government 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支持的话，我们会有 government affairs 人专门去跟他们 build relationship，然后 corporate 也有 corporate relationship。另外的话，就是说有其他的地方的，也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公关和我们的宣传。然后再加上，就是说我们会制作很，就是说比较详细的，这个计划书啊，这些资料啊，然后传播世界各个地方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个，就是说这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一次活动，就是说你从来就没见过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可以就是保证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，就是说要看到这个。各个地方的华人，就说不管是哪一个省来的，哪个学校来的，不管是说你支持民主党的、共和党的，不管你是什么层次的，就是你做 IT 的，也就是说，大家所有的华人，就是说 from 就是说 all walks of life will come，就是说这是一次就是与其他的活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是希望所有的华人每一位都希望你们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，大家一起。来这个圆大家的共同的这个梦。